接下来，我们将连接一个由 LM317 为稳压器核心的一个可调稳压电路。这个电路非常简单，首先我们从 C33 电子设计从零开始套件中找到 LM317 这个三端稳压的集成电路。正对着这个元器件，它的最左侧管角是调节管角 Adjust， 中间的这个管角呢是输出管角 Vout， 右边的这个管角是 Vin， 所以我们要注意区分，可以先把它插到面包板上。好，插进去了以后，我们看看电路图，它的输入管角是一个电源，在这里我们使用一个9伏的电池给它供电，用电池扣引到面包板电路里。所以呢，我们将把这个 LM317 最右侧的这个输入管角呢，接到上面一排面包板的公共排孔，作为电源的正。我们拿来一个跳线，把这个 LM317 的输入端和上面一排公共排孔进行相连。好，像这样就连接好了 LM317 的输入端，它的第三个管角呢就可以输入电源。然后我们看电路图，它的输入端有一个滤波电容，我们拿来一个104，也就是 0.1 微伐的磁片电容，这个磁片电容将连接在它的输入端和地线之间，所以呢，我们将直接的插进去。假设我们使用下面这排公共排孔作为电源的地线。好，输入部分连接好了以后，我们看一下调节部分，它的 adjust 管角呢是管角一，所以在管角一有一个电位器，这个电位器呢将连接管角一和地线。我们拿来这个5000欧的这个电位器，好，正对着底下的这个管角的部分，这个呢是滑片端，所以呢它将和管角一相连。好，我们除了它以外，它旁边的一个管角呢和它短路，然后和管角一也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拿来一个短路的跳线，把管角一呢给引出来，像这样。好，这个一号管角连接到了这两排排孔上，然后拿来这个电位器，把它的管角呢这么插进去，使得它的这一个中间的这个调节端和右侧的这个管角呢都短路，和管角一和 LM317 的管角一相连。好，像这样。然后它的另一端接地，也就是这个插孔接地，我们可以找来一个跳线，把它和地线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可以先把它拿出来一点，然后呢，以方便插接这个跳线。好，像这样就连接好了这个电位器。再看在 LM317 的管角一和管角二之间呢，有一个200欧的电阻，我们从套件中找到200欧的电阻，把它和管角一以及管角二之间连接起来。刚才呢，我们已经把管角一引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管角一呢再引到一旁，使得它更易于和管角二相连。所以呢，我们拿来一个跳线，把这个管角二和管角一上的这个电阻给连起来，这个电阻可以先插进去，这是管角二，然后把这一排排孔呢和管角一相连。我们看一看使用绿色的这个跳线行不行，把这个电位器稍微抬起来一下。好，像这样，它就把管角一以及这个电阻的一端连接好了。好，这样我们就连接好了管角一和管角二。管角二呢是输出端，它的输出端上还有一个电容作为滤波，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管角二呢引出来，像这样给引出来到一侧。这个就是管角二，然后呢使用一个电容把它和管角二和地线连接起来，像这样。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主要的部分的电路。我们可以连接一个指示灯，
用发光二极管作为指示灯来观察一下这个调压器的效果。由于呢，我们供电呢是九伏，所以这个调压器理论上应该是能从1.2伏调节到大约9伏的范围，所以有可能会把这个发光二极管给烧掉。我们最好呢还是接一个线流电阻来保护这个发光二极管，可以把线流电阻插到这个输出端，然后呢连接这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呢是长的管脚，好，我们把它连接进电路去，像这样就可以了。最后把电源连接进去，我们使用一个电池扣，九伏的电池扣，红色的管脚呢接正极，也就是上面这排排孔，黑色的管脚接负极，也就是下面的这个排孔。好，像这样我们就连接完成了。可以把电源呢给连接上，注意区分正负极。好，我们插进去，哎。只要一连上电源，我们就能看到发光二极管被点亮了。如果调节，我们拿来这个改锥调节一下电位器，可以对输出的电压进行调整。我们应该能看到发光二极管的亮度会发生改变。好，哎，我们看，慢慢的调暗它，再小，发光二极管就熄灭了。然后呢，可以顺时针调节，慢慢的发光二极管会越来越亮。好。说明呢，这个调压电路是成功的，通过改变电位器的电阻，使得输出的电压发生了变化。除了使用发光二极管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万用表来检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的范围，把这个二极管呢给拔去，可以把这个电阻呢也拔去，然后拿来万用表。调节到电压的测量档，然后黑色的表笔呢接到地线上，红色的表笔呢连接这个调压器的输出，也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紫色的这个跳线呢是它的输出。连接上以后，我们看现在的读数是6.85伏左右。如果用手呢，一个手呢，摁住这两个表笔，我们调节一下电位器，看看它的变化范围。首先顺时针调节，会看到电压越来越大，现在是7.1伏，再往上调还能达到7.8伏。我们继续调到电位器的尽头呢，会达到8伏左右。好，这就是这个调压器能够达到的最大的电压。好，逆时针调节。我们能够看到电压减小，慢慢的、慢慢的，它将减小到1.25伏左右。这个呢，也就是调压器的最小的输出电压。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呢，和电源和供电的电源有关。由于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一个九伏的电池，所以这个九伏的电池使得这个调压器输出的最大的电压呢接近于九伏，现在是8点多伏。好，如果呢想要更大的输出呢，就需要把这个输入的电源的电压再提高。再按着 LM317 的技术文档呢，它的最大的输入电压不超过40伏，所以它可以输入40伏。然后通过调节电位器，它就能够在1.2伏到大约37伏的范围之内进行调节。